今天呢是8月5号，然后他们月子中心呢有办一个小活动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然后活动的会场啊，就在我们房间旁边的一个那个交易厅，现在已经有一些爸爸在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一下。好吗？一个好，一个发身上哦，好，发身上。抽到2号，贴胸前好了。OK， 好。现场已经有很多的爸爸，然后带着很多的小朋友。第一届的，等一下是同个号码的，就是你们是同一组，120墨的黑麦子，我们都有平均分配的秒数最少的前3名会有跟精美的礼物在这边。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吗？不行，全家都适用。对，301的爸爸，对，4号的爸爸是哪一位？这边请。对，那你们先礼后兵。加油啊！不要吸的比你们慢。好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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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2分钟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下巴很酸。开始。是用三把的吃的。对，还要继续。谁的吸功比较厉害哦？这我们就不计时了，好吧？我们就看谁先喝吧。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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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我们拿到第二名，这个是我们的礼物，然后还有一个奶瓶。所以你们有第几个小孩了？第一个，谢谢新手爸妈。对，好，祝你们父亲节快乐。谢谢。第几个？双胞胎。双胞胎。对，恭喜。都男生吗？龙凤胎。恭喜恭喜，祝你们父亲节快乐。谢谢。这个是已经有大宝了。对，我们第二个。第二个是男生女生，对，也是女生，也是女生，恭喜两位小公主，对，没错，好啦，谢谢，然后跟宝宝说父亲节快乐，哎呀，讲不出，太害羞了，太害羞了，Hello， 你们也是第二胎了吗？对，第二胎是男生女生，女生，对，哇，你们很开心有妹妹了，所以耶。爸爸是第几个小孩？我们第一个小孩。第一个哦，太好了，跟我们一样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第一个父亲节嘛。第一个父亲节。好，恭喜你。妈妈，请问这是第几胎来坐月子中心？第二胎。你有弟弟还妹妹？弟弟啊。爸爸父亲节快乐。那我的礼物呢？忘记了，下次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父亲节，在月子中心，对，康和月子中心过，在这边就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喽！父亲节快乐，拜拜！刚参加完父亲节的活动啊，结果呢，我拿到了第二名。第二名呢，有什么礼物呢？就是这个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下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这是什么牌子啊？妙儿酥的尿布一包，牛蒡茶的茶包，这个好像对妈咪很有帮助。非常可恶，没有拿到第一名，只好下一个宝宝的时候再努力了。开箱就到这边，拜拜！父亲节快乐！ Yeah!